你敢相信吗？这只正在跟母狮谈情说爱的雄狮已近19岁高龄了，换算成人类的年龄，那可是整整100岁啊。一位百岁老人竟然还有这么旺盛的生育能力，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，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。这位名叫龙基托的老狮王可能是有史以来活得最久的雄狮了，他出生于2003年，直到2022年初依然守护着自己的领地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啊。作为一位野生雄狮，龙基托可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。就在2020年，他还与两只入侵的流浪雄狮搏斗，居然还获得了胜利。但是命运却在2022年5月7日对龙基托做出了残酷的安排。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发布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，这位久经沙场的老狮王这一次真的没能保住自己的领地了。年轻的雄狮们终于将他赶出了狮群，毕竟龙基托确实太老了。用人类的标准来看，龙基托已经相当于110岁了，这是相当于人类的一个暮年了。但在狮子的世界里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老不死的存在了。2023年5月10日，龙基托去世，享年20岁。